太公钓鱼，钓鱼这个。下风，下风。加一点。还有，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观景台叫散花坞观景台。因为每当秋天春夏的时候呢，漫山遍野啊，我们看各种各样的花，像天顶散花一样散落在这个山谷里面。不妨看一下这栋独立的那栋是总统套房。然后当年台湾的这个连战队啊，张作霖啊、胡锦涛来都散落在这里。再看一下这个观景台这个右边的一个斧头，像一个棒，它那个毛笔的笔尖右边。右边对，上面是松树的那棵，那个叫笔架峰，海拔是1640公尺，它是黄山非常著名的奇峰和怪石相结合的一景，叫做梦笔神花。那梦笔神花左侧对面，看一下，五座小山峰相连，可是你看到的是山，可是我们呢有笔架，有笔架要相连去，在笔架峰，对，笔架峰最右边是小山峰，大家看。像不像的人坐在那里，垂着一只手在钓鱼，姜太公钓鱼。